近日，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获得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医学教育认证机构认定，这标志着中国医学教育标准和认证体系实现了国际实质等效，医学教育认证质量得到了国际认可。通过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认定，中国医学教育的毕业生有了学位互认的一张国际通行证，中国也将可以全面参与国际医学教育标准和规则的制定。